Did you guys hear the U.S. Pacific Fleet defeated the Japanese at Midway? Sank four of their aircraft carriers in one stroke. Doesn't surprise me. America's playing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battlefields all across the world right now. Europe would have dissolved without our help. Japan would have taken all of Asia. America i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guys. There's no looking around this place, though. I mean, right over there. I mean, isn't that the Chinese war hero that was just awarded a medal? Oh, I'm sorry. The model and hero of all the Allied forces. How can he be called a hero without the validation of my fist? Doug is a master of Chinese kung fu. He's a war hero. Why would he look up to a Western boxing champion like you? Hey, you boys remember how his men roughed us up at the bar the other night? You got no respect for America. Hey, I have an idea. Doug. He's the leader of the Chinese Special Forces, and he's alone right now. Maybe if you went over there, roughed him up a little bit, that could really help improve our reputation. All right. Can I have a bottle of wine, please? Doug, once again you're drunk, and once again you're making trouble. James, you stay out of it, okay? Listen, Hong's actually a good guy. He even helped me out once. This time, you're out of line, buddy. James, don't lose your focus just because Hong helped your special squad once, okay? He's not even fit to shine my shoes. You understand? Walker, so now you're the one that's stirring up trouble. Do you even care about the Allied front? James, 谢谢你. 这事跟你没关系. Buko. Dollars. Green bills with Benjamin Franklin. 你听好了，这就是中国。 Bullshit. 我听说 President Roosevelt 给你们 5亿美元, 我们的钱都被你们花在哪里去呢? 不会说, 都被你们玩女人挥霍掉了吧? 你听着。 就在今年春天，罗斯福对他的儿子说， 如果不是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本人 早就攻占了澳洲、印度，甚至你们美国本土。 Idiot， 我要来告诉你， 如果我们没有来帮助你们， 中国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杀光了，或者进大海里。
Doug, that's it. Stop your nonsense, or else I'm gonna tell Sir Robert about this. James, did you forget that you grew up drinking the water from the Mississippi River? Do you wanna betray America? Shit, hero! This is the medal you deserve.这么勇敢。我刚才都听见了，说的真好，你是不是提前打消我了？我说你们部落的人是不是都有趴墙根偷听的习惯呢？我那不是关心你们俩吗？这事儿别到处乱说啊。你放心吧，要是有一个男人能对我这么好，死了我也值了。别，您才多大呀，有什么想不开的？放心吧，我才不会呢。这是什么馅饼啊，这么好吃啊？披萨。什么馅？就是外国馅饼。你这个人懂得新鲜事还挺多啊。就是人讨厌了点，不会说话。人家吃别人的都是嘴短，您吃我这么一张美国大馅饼也不会说点好听的。七哥，七哥走了。哎，干嘛去啊？队长在酒吧跟美国人打起来，快去看看。洪大哥也不冷静了。洪大哥，洪大哥，打架的事儿用不着你。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洪子杰这些狂妄的家伙必须要严厉惩罚。严惩洪子杰？洛比，他是我的兵，你恐怕没这个权利。哥，我在这里是代表盟军司令部的，你的士兵屡次触犯我们核心利益，我已经忍无可忍。如果你继续包庇他们，我只能终止我们中美两军的协同。少拿两军协同这事来吓唬我，我明告诉你，老子不在乎。要说破坏，也是你们主动挑起事端的，在酒吧就是你的兵先动的手。要说惩罚，今天所有参与的人都得惩罚。哥，难道你不清楚吗？你的属下祁连城曾经殴打过我们的士兵，还偷盗我们的物资库，而洪子杰还唆使我的秘书艾拉欺骗我，骗走了大批的叛逆系列，今天又打伤我的士兵。如果我们互换位置，你会怎么做？我再告诉你一遍，他们拿药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拯救那些部落的百姓。不管如何，我很难和这种毫无军纪的部队合作共事。你的特战队盗窃、
骗取叛逆西里，就这一件事就足够他们上军事法庭了。如果这件事不能解决，我们就不可能共同作战了。解散特战队，我如果不同意呢？我不需要你的同意，我明天会直接向盟军司令部发电的。如果我不能给他们一个交代，他们可能会哗变的。洛宾，那是你的事儿，跟老子说不着。胡医生，胡医生，你听说了吗？洪队长他们在酒吧把美国人给打了，被他们抓起来了。我听说了。还有那个故事上已经跟罗宾他们求过情了，可他们就是不肯放人。我也听说了。我觉得这事儿真的挺严重的，怎么办呀，胡医生？胡医生，到。这是饭，菜，你看，吃的。我洪大哥让你们抓进去了，让我去。You can't come in。会说汉语吗？我洪大哥让你们抓起来了，我要进去给他送饭，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啊？这次罗宾的态度非常坚决，我认为洪子杰肯定要上军事法庭，我劝你不要帮助他，你改变不了解决的。可能我什么事情都改变不了，但是至少我要表明我的态度。罗宾长官。胡医生，进来吧。罗宾长官，我听说洪子杰和特战队跟你们这边起的冲突了，我还听说因为上次盘尼西林的事情，你们要求解散特战队。是的，胡子杰还有特战队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这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惩罚。我认为这个惩罚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为什么？因为祁连城偷药是我指使的，包括用您的病来骗取盘尼西林这件事情也是我的主意，跟洪子杰没有关系。所以你也参与了这件事情吗？如果你认为治病救人也是犯罪的话，那我无话可说，但这次事件确实我才是主谋，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请你把特战队他们给放了。胡医生，我佩服你的勇气，但你这种开脱求情的方式是根本没有意义的。我不是来求情的。什么意思？如果要上军事法庭的话，那也应该是我去。什么？说什么呢你们？别以为我们听不懂啊！
Doug, don't bother with them, okay? They've stolen our intelligence, they've compromis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on they'll be told by command to take off their uniforms. 老子这身军装是国民政府发的，你想脱就脱，走着瞧吧。你们的蒋先生也不敢得罪我们美国，你们就当着遵守法庭的制裁吧。制裁？我待会儿出去先把你制裁了。要在这里继续打吗？来啊！来来来来，坐回来。吴医生，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一切矛盾的源头就是我，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啊。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这不是女人该来的地方，跟他们说清楚，赶紧回去。如果你们真的要上军事法庭的话，我是最好的证人了。走吧，李光雅是在那边。吴医生，我有点事跟他们说清楚。胡医生牵扯进来，我脱了军装也饶不了你。都别动，坐下。我单独跟你聊两句。你要干什么？对于今天在酒吧发生的事情，我郑重地跟你道歉。道歉？我不接受道歉。你觉得我们俩之间的这个小矛盾有必要上升到盟军司令部，而且还无辜地牵扯到一个女医生进来吗？这跟我没有关系，这是Sir Robin 的意思。 You're way too arrogant， 那就等着滚蛋，大英雄。我不管跟你有没有关系，我只想化解这场矛盾。可惜，很可惜，我和你的问题解决不了。你们太嚣张了，我要用酒瓶打你脑袋。我觉得你是个懦夫，我鄙视你。你难道不想来一场真真正正的较量吗？嗯？啊，对了，你西部拳王，你们美国人不是说要来公平的较量吗？这就是公平，懦夫。胡说八道！我要用我的拳头让你重新认识我。我会把你的脑袋打成猪头。没问题，我等着你，但恐怕你没有机会了。你害怕吗？如果我真的被开除了军籍，你没有机会报仇了，对吗？你敢跟我来一场真正公平比赛吗？当然。怎么样的公平比赛？你说。明天我们和你们
下一场比赛比三次，谁赢谁是这个基地的冠军。可是我现在被关在这儿，怎么样才能公平呢？别废话，你到底敢不敢？如果你敢，我现在就去找 Mr. Robin， 让他马上放了你。只要我能从这儿出去，我等着你。Military Police， 石座，这个罗宾也太过分了。红子杰和特战队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是光为了咱们自己吗？他们美军不也受益了吗？不说感激咱们的话也就算了，居然还窝里斗，下黑手，想要解散特战队。我看呐，他们就是气不过红子杰的特战队抢了他们的风头。石座，咱们不能由着罗宾恶人先告状啊，他能给盟军的司令部发电，咱们也能发。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个电报呢，就由我来拟定，就说他罗宾不顾战场大局，心胸狭隘。上次密云岭大捷，从鬼子仓库里缴获那几箱梅子酒还在吗？都留着呢，给我拿出来。您不是说那都是好东西，等将来回到重庆送给国防部的人吗？让你去拿你就拿，哪来那么多废话。是。With all due respect, sir, even if you manage to bring Hong Zijie and his special force to the military court, can it really aid the status of the US Army? I'm afraid it will make us look more like cowards than anything. I think it's better if you release them. Let me beat them in the ring tomorrow. I will show these Chinese soldiers our real strength. James, you have seen the strength of the Chinese team before. You think that can win? Sir, the Chinese Special Forces' combat ability is quite excellent. I still believe they have no chance to beat Doug in the ring. After all, he is the boxing champion of the West. I have every bit of confidence in him. All right. I agree with your request. James, I hope you will be the referee and witness our victory. Rest assured, I know just what to do. However, Sir Robin, what if Doug loses? What? I never lose. Gu， 你这是什么意思？罗宾，我们是朋友，是盟军，是一家人，一家人你懂吗？我只要得到什么好东西，首先得想到家里人，这是一点小意思，就算犒劳了你们美军兄弟的。这可不太像你平时的风格。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罗宾上校，平日里我就非常敬仰你的指挥才能，对贵军兄弟的骁勇善战也是赞赏有加。我经常教育我的部下要多学习罗宾上校，更要向美军兄弟多请教。我们之间应该是亲密无间，更要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共同打败日本鬼子。顾，你们中国有句话叫无时不等三宝殿，你是不是为了洪子杰和特战队的事？
我是这么想的，特战队那几个家伙确实有点桀骜不驯，很不听话，经常给我惹麻烦，有时候都快把我气疯了。这次你能替我教训他们一次，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你真的这么想？那还有讲，不过我又一想，这毕竟是我们基地内部的小事儿，如果捅到盟军司令部，还真以为你跟我不团结。再说了，洪子杰他们作战还是很勇猛的，也帮过你们美军不少忙嘛，何必自断臂膀？如果想惩罚他们，不如把他们派到敌后多杀鬼子，你看如何？可是洪子杰他们这次的错误也是很严重的，岂止是很严重，而且是非常非常严重。不过罗宾上校，我希望这次你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就原谅他们一次，啊？这样，我代表他们向您和全体美军兄弟赔不是了。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为了洪子杰还有特战队，你的态度会发生这么大的反差。看来，如果我要是不放了他们，你是不会罢休的。您说的没错，罗宾上校，我想喝一杯您的咖啡。何副官，给我倒一杯咖啡。就是。石总，这咖啡真难喝，不如我们的毛尖茶，你说呢？那肯定。去，何副官，把我带来的贵州毛尖茶给我拿过来。石总，拿多少？够喝的洪子杰他们放出来为止。明白。哥，我真没想到你还有如此无赖的一面。反正现在也没有作战任务，难得清闲，我就在这儿陪您喝茶，一直喝到您高兴为止。就在你来之前，我已经下令把他们都放了。何副官，茶不用拿了，多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out tonight to the China-US friendly boxing competition! 大家好，欢迎光临。今晚有那么特别的比赛，美中年中春季友谊赛的现在开始。From America, we have Walker!No funny business. 要很好的比赛，不要画画的东西啊，明白？明白。Do you understand? Yes. 准备好了吗？好。Are you ready? Yes. 握手。Let's get it on. 开始。呀呀！哼！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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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不可能有你的膝盖，明白吗？不能有膝盖，不能有膝盖。好 ，Ready， 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开始。把他摔倒了，我怎么输了？你严重违规，你不可以有摔犯了，所以你输了。瓦克，赢了。第一次见您跟罗宾这么客气，还不是为那几个臭小子白下了我几箱好酒。那既然洪子杰被放出来了，不如我再想办法把这酒给要回来。算了，还真要回来。不过这次罗宾还算是通情达理，但愿这几个臭小子以后消停点，少给我惹点麻烦。师傅，找到洪子杰他们了。在哪儿呢？在基地酒吧和那几个美国人打拳赛呢。打拳赛啊？又出什么幺蛾子了？不知道，不过我看洪子杰他们好像要吃亏。去，通知警卫连，跑步去酒吧。是，打车去。这里。The second round from America, Steven.来自中国，上官瑜。准备好了吗 ？Steven， are you ready？ 我 ready。喂，嘿，吼。No， shake hands first， 先握手。来， come close， shake hands。Okay。Separate. Let's get it on. Pressure.
哦，这张可以用腿。是的，这可是你说的。Gentlemen, for our third and final round, the main event from America, Doug. Lies of 中国洪子杰握手 shake hands.Separate. 离开。准备好。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开始。如果大哥输了，我一样可以把洪子杰和特战队送上军事法庭，把他们开除军籍。所以，无论全赛输赢。我们都是获益的一方。